感谢 ALISA 的70块斗内。好的，大家的帅我看到了啊，不应该质疑你们的，拍谁拍谁，我有点害怕，放过我。感谢喵喵的70块斗内，对不起我的帅被攻打了，你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自己知道你多帅就好了。不止帅还要大哈，什么意思？小心收到奇怪的照片。我刚刚已经有收到一些很奇怪的照片了，比如说有人传给我那个什么妖精之王的照片，我还看到吓到。然后还有人传给我 我的照片，对，就是我。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棒啦，就是至少还是有人在说实话。哎，看，等要七 combo， 靠用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死啊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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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有点分心了。啊，不会死不会死，还好。有人进关卡珠子都是暗的，转不了吗？怎么这样？又有新的彩蛋了是不是？有人那个珠子转不了吗？这个暗珠差一个。哦，干完了完了！哦哦 ，Oh no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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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不行！干，不能死掉，太晕了。干，我要开荣科，我不能让大家耻笑，你知道吗？蚩尤过不了，蚩尤过气了。我已经可以想到我死掉之后，聊天室会出现怎样的酸言酸语了。我要尽力保住他，我要保住蚩尤。在闭关，直接开扣长荣科，舒服啦。我战神。我战神蚩尤怎么会死在第一关呢？感谢七七33块斗内，感谢跑跑33块斗内，天线宝宝啊，干嘛抖天线宝宝？什么意思？战神蚩尤哎，现在看起来有点狼狈。好，不闹了，不闹了，认真转好吧？刚才都在做效果可以吗？不要闹，我们直接打起来。哎呀，达人哎，这可以养吗？战神猴第五只是谁？鸟龙，你没看过吗？你去一季特许就可以看到他了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那个 DOS。哦，嗨到升天！蚩尤没了，什么蚩尤没了？蚩尤还在啊，在刷鸟龙了。注意哦，鸟龙的话，那个炭治郎也用得到吗？哎、欸，他这队是不是有无视年主？我记得，是不是？我想应该有，先转好。哦、啊、哦、啊，没有，我敢没事，我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了，我已经先转好才去撞的。蚩尤过气了，没有无视年主的队伍就是过气啦。好危险的发言，没有，开个玩笑啦，蚩尤没有过气啊。鸟龙去哪边刷一季特许啊？遗迹特许就是在你的那个关卡的下面，好吗？你应该看得到吧？哎、欸，我头发好长哦，好烦哦！我会那么晕，可能是因为我头发很长啦。因为你们知道吗？晕嘛，晕就很长。对，我在讲的很小，就这样啊。所以就很晕啊。我去剪头发就不会这么晕了。玛雅过气了吗？过气了。不是啊，玛雅一出不就过气了吗？现场剪法不行啊，我现场剪好应该剪得很难看。只是想说自己强吧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你很懂我哎、欸、CALARINET， 谢谢你懂我。这个俗话说得好，干话也是要，就是那什么，那怎么讲，就是你要有那个知音啊，对，干话也是要有人听，你的干话才能够活过来。谢谢你，果然有人懂我的弦外之音，太窝心了，这直播，我这边快哭了，这么感动可以吗？我听了三十啊，做球豆子一个烧。那蜘蛛都被烧成蜘蛛干了，干太爽了吧，豆子！我要削整版，舒服啦！
知音难寻。对啊，我在聊天室居然寻到了知音，太神啦！长该不会指的是你被关放很多时间吗？还好吧，我那个前几次有官方直播啊，应该还好吧，不算被冷冻太久了。感谢妖狐的港币十块斗内，可以试试 A 把加阅读吗？不要，那么简单的对我还叫事，还特别斗内。好啦，我等一下试一下，对不起。感谢君的七十块斗内，关云长什么？哦，你说关公的胡子很长，好 ，OK， 谢谢你的冷笑话。好了，等一下来 save 啦，对不起啦，我等一下再个阅读啦，都照你的办，都照你的办，抖内的最大，抖内。